秀兰大姐，我是红娘倩姐。你好，哎呀，真好看呢，抱一下吧。哎呀，大姐，进屋吧，进屋吧，进屋不用脱鞋了，走吧，进去吧。谁说话？哎呀，老娘，大娘啊，哎呀，大娘你好，等会儿我把鞋换上先。那个是我小妹儿啊，这是妹妹呀、啊。哎呀，这亲友团呢，这算是姐你好，家人都来了啊。哎呀，大娘你好，哎呀，大娘。那在幼儿园呢。哎呀，大娘新年多大岁数了？九十了，早寿啊你这、啊！哎呀，哎呀妈！我看大娘这身体，啊、真有缘、啊，身体真好，啊、这耳朵有点还行 啊，真有缘、啊，哎，身体挺好的，大娘哈、啊，挺硬朗的，哎呀，来我可高兴了，哎呀，看出来了，大娘，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，这是啊，对呀、啊。那姐，那这是咱自己的房子还是？这有老娘的房子、啊，大娘的房子，嗯，她搁这住好多年。那你是就一直跟母亲一起住呗？啊，那咱自己没房子吗？有啊，八一圈有房子。咋在那个辽宁那头呢？啊，我喜欢那儿，离孩子近。姐，那你就是现在就属于陪老妈了？啊，我陪老妈，陪老妈，我们姊妹多，姊妹姊妹九个，现在剩七个了。我们姊妹七个，然后轮流陪，这不今年办九十大寿嘛、哎呀，然后我就早点过来，过来我寻思帮张罗一下这些事儿啥。我老娘这一支是四十多人、啊、都到位啊，四十多口人，40多人给你过寿啊、嗯，哎呦，这属于四世同堂啊，四世同堂对，嗯。兰大姐说，她生活在一个和谐的大家庭，只要老妈健健康康的，他们做儿女的才能放心。这知道红娘来给兰大姐介绍对象啊，大娘也夸起了自己的闺女，伺候挺好啊，愿吃啥给做啥，就是你一天得做三顿饭，嗯，三顿饭、嗯，我老娘有时候带她下楼玩去溜达去，啊、嗯，就平时要不这我能再硬是吗？哎呀。哎呀妈，我老娘可着急呀、啊！我现在呢，你找个有奶有靠的哈 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但现在还行了呢。俺、啊、家我爸就是，这不走三年了吗？那时候俺家我爸可那啥，我也着急也上火，但是那时候不想找啊。那俺家我爸他就没闭上眼睛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、啊。而对于兰大姐为何一直没找，大姐的妹妹有话要说了。俺家我姐挺优秀的，不是说夸、啊、不是说我自己姐我夸的啊。俺家我姐吧，就是说，就因为俺家我爹那时候，嗯，谈起来就挺心酸的，卧床不起嘛。啊，老爹卧床不起。啊、对、嗯，完了那个我姐总搁这照顾。啊，嗯，谈真像。没事姐，没事姐。哎呀，就是、我们家都不远。哎呀，姐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姐，今天是好事，是不是啊？这。都过去了，咱得往前看，是不是啊？没事儿。一个是我老爹，再一个就是他孙子给挡住了。啊，你这咋的又照顾孙子啊、嗯？孙女儿，两个，一个孙子，一个孙女，六年了。那姐，你就是属于一个就是特别注重家庭的一个人。嗯、啊，那是。那是我们家孩子反正都这样、哦、你这就是上有父母就也照顾着哈、嗯、然后还有孩子，孩子就是给养大，然后孩子的孩子、嗯、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了，考虑他自己的，现在好了，自己的、嗯、考虑自己。蒋长军蒋大哥，哎呀给我们溜门了。大哥你好，我是红娘倩倩、嗯、啊，大娘在这屋哈。啊，大娘睡觉了啊，那咱别打扰，咱们关着啊。嗯，那个老妈今年88了是吧？对啊，现在就是跟母亲在一起住呢。对，这几年过年也是不咋好的，岁数大了，65多岁那还咳嗽，住院呢还是咋的，得去医院。这刚住院刚回来吗？两天才回来啊。蒋大哥说母亲有医保，所以平时住院吃药都给报销，平时花不了多少钱。自打大娘生病后，大哥就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，就正常的，该洗该涮，喂吃喂喝，尽屎尽尿。咱说老妈这大岁儿的，咱得尽到孝，是不是？人队长讲究，人吃饭小，咱吃饭老，那是正常的。蒋大哥说，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母亲床头尽尽孝。这说着唠着，午睡的大娘也醒了。哎呀，大娘你好啊！哎呀，大娘！哎呀，
红娘。我是红娘，给您儿子找对象的。啊，一家有三个人，我好是我亲儿。啊，一家三口人挺好的。多好。啊。啥负担？啥负担没有？嗯，啥负担没有哈？没有，很细心了。啊。啊。各方面啊，生活。我给他都给他整头圈儿，电视，啊，你啊，就是这个，给他整灯，这灯就一按就那啥，他都自己，都他整的，都是你特意接的哈，分点儿，就是这个是管电视的，你要只要一摁，这电视就开了，对，都挺便捷的哈，你要按这块儿，哎，啊，这就你就。我就知道了，赶紧给他整天给我换啊！嗯，就一天成天给你换什么床垫子啥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垫子啥的啊。儿子的孝顺，当娘的都看在眼里。眼瞅着到饭点了，蒋大哥也该给大娘准备午饭了。这是给大娘煮馄饨呢，啊，到饭点了哈。给煮饭。啊。哎呀，啥好给他整啥，想吃啥给他整。啊，大娘想吃啥整啥。对。啊。啥都有。啥都有哈。全用啊，那个这么多肉呢？这豆，大豆啊，这都是大娘爱吃的呗？对，都大娘爱吃的，鱼啥的都有，就是牛肉啊。老年人吃牛肉也好哈，嗯，水果啥的呢？车厘子上面还有茄子，这车厘子，这是啥美人指哈？对，平时大娘想吃啥，大哥就给做啥。大娘吃完午饭后，大哥也抽出空跟红娘聊起了他之前的工作。哪个单位退的？电鱼。那咱在电鱼局干啥呀，大哥？送电。怎么？高空作业。啊，就是登高的那种。对。那你看那个塔得多高？都得四五十米，六七十米。六七十米。最高的都达到100多米。你爬到顶，你得需要多长时间呢？20分钟。对于送电这份工作，大哥说呀，他倒是一点都不恐高。怕就怕在工作时偶尔会有意外发生。那脑瓜子都扒了，这不都是怎么的？脑瓜顶，戴安全帽，安全帽那袋儿，我安全帽搁在里头了吗？完了，铁塔那个塔倒了，塔倒了，就塔的胶贴倒了，一下扎我安全帽顶了，扎安全帽，安全帽扎飞了，完了那顶就搁着，脑瓜搁出血了，那袋儿那疙瘩，就给我搁了。发生意外后，蒋大哥就从单位买断。为了赚钱，大哥养起了车，养大车了。那养车那时候是拉什么？拉石头，给森林监狱拉石头。养了几个车呀？养一个。一个。一个就够呛了。挣着钱了吗？赔了，干2年赔了。那时候那道不好，农村那道不好，一走半走，是吧？一车都超载。二十来吨三来吨一压半头就折，那是那这一坑包里一点那不就完吗？那就挺费车呗。嗯，特别费车，一个胎坏了就得1000多呗。那拉一趟得多少钱呢？一趟300多钱。啊，那这一天能挣个1800的。1800的要不出事儿行。嗯，要出事儿就完了。就比如像你说这种，如果胎坏了，就修个胎，然后就不剩啥了哈。嗯，那就不剩了呗，就白玩了。那时候投入多些呀？16万，赔就16万买，卖8万嘛。养车赔了之后，蒋大哥就一直去工地打工，攒钱交劳保。挣钱交社保，那时候有时候最少时候3000多、4000多、5000多、6000多，后边就涨到10000多，还现在涨到12000、13000了吧？那你这交的是高档的？啊，高档呢？那你现在能开4000多，那自己交多些呀？交20多万。哎呀妈，那这20多万，这都是打工挣的呀？嗯，打工车再剩点儿，你往放银行存啥用？存它也不能说给你带来啥。你这我将来我老了，我自己躺那，我约着开始，我最起码自己为自己，我不求谁，不借谁。蒋大哥说，每个月能领着4000块钱的退休金，他心里是相当知足了。虽说他儿子现在还没结婚，但有房有车也无需他操心。大哥离婚后也一直没碰到个合适的，倘若再找伴，大哥有啥择偶要求呢？找对象阻止我抽烟不行，我必须得抽烟。那抽烟抽多久了？20多年。那一天能抽多少？一盒半盒。
那你现在想找个啥样的了？能正经八百过后半生的，稳稳当当过日的，能那做就是说伺候老妈。啊，你觉得你自己这头一个人就行哈？全完事儿，就做饭都不一定用他。了解了蒋大哥的择偶标准，红娘决定安排他和蓝大姐见上一面，而大姐的妹妹也打算帮姐姐把把关。不知大哥大姐见面后会不会牵手成功呢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。脱鞋吧，那个是大姐的妹妹啊，舅舅啊，这我小妹儿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叫蒋长军。啊，蓝玉秋，你好。哎呀，脸还行，及格了。啊，这头子还行，挺顺眼的。长相啊，个头啊，嗯，那都行。啊，都行。嗯，那个这我老妈。啊。你好，大姨。你好。嗯嗯。大娘，咋样啊？大娘，挺好。长得好不好看？谢谢谢谢。满意。谢谢谢谢。你能满意我吗？满意满意满意。有家有老人就有个宝嘛，怎么不满意呀？啊，有老人多好啊。看老太太挺好的。嗯，挺亲切的。大娘，那个大姐母亲九十了。我老娘九十，太老火了啊！有娘才有家呀，对吧？你家在哪住？我家在那个四合院。干啥呀？是卖菜的。嗯，对对对，早市儿。嗯嗯，早市儿在那儿啊。几个孩子？哎呀，我一个孩子，一个女儿。哎，好啊。嗯，多精致。嗯，完了，女儿也有孩子了，结完婚了，一个孙子，一个孙女。嗯，啊，学会养的。嗯呐，哎呀，多好啊。哎妈，一点都不糊涂哈，多清晰。现在有点稍微有点糊涂了，一晚睡觉说点梦话。以前老精神了，不年轻的就卡了。啊，老年关系。啊，没事儿，养一养，自己好好注意养，完了就好了。好了，出去溜达溜达就好了，是吧？嗯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嗯，我这活儿都干啥呢？说嗯，快到九十岁。瞅着。也挺细心的关心的啊，就觉得对老人啥的说话挺好的。早上啊，温上水，温上水吧，让给我擦擦脸，擦就把水倒了，给我把药都各样给我端上来，嗯，帮我吃，挺细心的啊。对老人这方面吧，我挺认可的，挺认可，挺好的。蓝大姐觉得蒋大哥为人细心孝顺，她挺认可。两人落座后，蒋大哥也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。以前养车养了二年赔了，投资一个药膳大米房翻斗子，嗯，就是花了16万，嗯，在市里间一拉石头，干了二年，嗯，不挣钱，后期呢自己打工。那管他像武大郎似的呢，他就是说家境他自己的，凭他自己实力，他条件好，那是说明他有脑袋。我想找这样的，啊，他各方面都优秀呢，他能赚来钱，说明他这个人就有脑袋，有脑袋瓜。因为我也是做买卖的，我知道，那你做买卖赔跟一个人的也是能力也是有关的。做买卖他有买也有运气这方面。对对，而且吧，不是说这就是做买卖赔，就是说他怎么样。你做买卖有挣有赔，这都很正常的事儿，不代表你就是一个人你做生意失败就代表这个人没有能力。但是起码他的心是想那个往好的方面发展，是不是？想做买卖挣点钱。嗯，这个对。是，嗯，也想打拼，也想赚钱，对，想干，但是他没成，那就是。抽烟建议不？吸烟吧，要是那个。我抽抽的。啊，抽几年还行。你干啥不在你身边抽呗？这个事儿吧，确实吸烟呢，喝酒啊少喝点儿，嗯，就酗酒我都不介意。有什么业余爱好没有？业余爱好，以前好玩点麻将，现在不玩了，伺候老妈不能玩了。以前好玩麻将。就是说我不接受玩儿，我不喜欢玩麻将，介意玩麻将，就是介意玩麻将。嗯，小麻将也不希望出。我玩不玩都行，知道不？现在我对那儿没什么爱好，这该说以前就是说乐意玩，那时候我再说两斤哥都心思点了赢两个，再说先弄两个，都有那个想法出去玩，是不是？玩到这会儿呢都输钱。是不是？就是说，咱现在呢，咱有劳保了，那时候没钱，
处处想，咱也不能出去去干别个，就是寻思玩玩，能多有两个零花钱，就这么想的。所以现在咱们有工资的，有劳保的，咱就是好像过日子呗，还寻这那啥呀？不管他咋说，他以前的时候他赌博我接受不了。你妈各方面都挺好的，尤其还能照顾老人，挺孝心的哈。这个我挺赞成的，但是吧，我觉得你就觉得咱俩能不能行？我这人唠实在话，当个朋友处呗，行，是不？行，当个朋友，行，嗯，俩人也都在辽源，是不是啊？那个认识也算是一个缘分哈。对，对，人多朋友多条路呢，是不？以前不认识，这也是一种缘分。睡着了啊？睡着了，那就别打扰。睡着了，行，那咱就走吧。啊。小贾啊，那我们就回走了啊。